这两天一直在输液，一直在打针，实际今天早晨7点钟到医院去。哦。关键问题是，我觉得实话算数，应该。谢谢你。是反了，反了，是喜欢他，嗯，我要答应了你们，反了，反了，是喜欢他，喜欢他。觉得吧，老师说了，因为我们俩是内蒙古老乡，当然得喜欢我，是不是啊？对对对。嗯，王老师帮我搬两把椅子，咱俩也坐着吧。啊。 那潘老师现在您的主要生活是在内蒙古吗？对，在内蒙古。我听说您办了一所学校，对吗？对。这所学校的名字叫？德玛职业学院。哦，那也就是说很多孩子跟着您学唱歌。不是跟着我，是学唱歌。嗯。它不是光是一个声乐，它还有舞蹈，还有现代音乐，还有影视表演，什么都有。有影视表演。啊。 那也就是说，您这平时只要不出来演出什么，都在学校里吗？对对。对的，可忙了。可忙了。我觉得德玛老师现在是又一个青春焕发了，因为说实话啊，可能当时呢，我们都知道在98或者99年的时候您生病了一次。对。那个时候，我们都觉着德玛老师如果有一天能够再次回到舞台，那就叫奇迹了。 当时真是这么想的，但是没想到您现在不但回到了舞台，还办上了学校，然后还经常带着年轻人跟他们开玩笑，是不是？实际我也没想到。嗯。我当时从日本回到国内，就觉得我可能完蛋了。嗯。什么也做不成。嗯。又是家里的负担，社会的负担，因为我是脑出血。 右半身整个瘫了。哦。这种情况下呢，就开始运动啊，锻炼啊，就开始。相当于当时您是在唱歌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的。对对对对。但是您还是坚持把它唱完了，是吗？在舞台上吗？在舞台上，我舞台上我记得，就唱《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嗯。刚开始唱4句以后，我就觉得舌头不灵。嗯。舌头不灵了以后呢，我就觉得怎么搞的？ 但是音还是挺准的，突然间我发现这个右手，我拿的话筒，往下走，我就把它拖上来，就唱，一直到唱完了，完了我就往下走的时候，在这个台口那地方有一个日本人，天天在那等我，其实他不是等我，是等他的话筒呢，后来以后我就靠着他身上，我说我不行了。 完了就下去了，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也就是说，您是一个巨大的毅力，坚持把那首歌给唱完了。完了，往下走下去，没有在台上倒下去。那也就是当时的观众没有人知道你是生病了。不知道。我那个团长在下面说，他说老周今天唱什么词儿啊？不是词儿啊，因为。 《美丽草原我的家》这首歌特别烂熟啊，对，怎么今天怎么瞎唱呢？肯定你想他舌头，他僵硬了嘛？对对对，然后他就出来，可能就说不清楚了。那也就是说，等您再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里昏迷了好多天了。对对对对，那个当时家人着急了吧？你身边当时有亲人在吗？团里团长，我那些朋友们都在，但是家人不在，家人不在。 咱们姐夫着急了吧？<笑>我在那儿住了42天的医院，完了以后再回到国内，就开始漫长的做那个康复治疗。哦，所以德玛老师，我觉得还是好人好运啊，因为您一直呢都是善待每一个人，对谁都是那么好，所以可能才有这样的幸运啊。您。 唱《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被大家熟悉是哪一年？您还记得吗？78年。1978年。啊。那个当时您已经是一名歌唱演员了吗？是的，是一个歌唱演员。但是，那个歌崭新的写出来了以后，我就参加了广州交谊会。嗯。完了以后，在那儿去演唱以后，这个歌就开始走。就火了。火了。嗯。今天呢？ 德玛老师来到这里啊，我觉得。
love the chase and the hunting. I set the pace when I'm running. I always take what I want and I always give it 100. Don't need a bank, no, I'm funded. Play the game like it's nothing. I'm always thankful for something. Don't take for granted, stay humble. Now wake up! It's time to look at the enemy. Look in the mirror if he is no friend to me. It's not working out, maybe it's the chemistry. It's time to break up so I can make a better me. Better believe in your mind, cause it's everything. You can mold, shape, find almost anything. All it takes is some time and some clarity to find your identity. It's mind over everything.听这歌我好感动啊，是从小听啊，嗯，因为这首歌德老师说他是78年唱，我75年生嘛，就真是听着这个歌长大 的对呀、啊、今天呀、啊、来了三位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邀请到与大来宾密切相关的三组神秘来宾，此时此刻他们正在三个不同的房间内观看着场上情况。哎呀，有个一两年了，有一两年没见了。我要跑偏那儿，说话跑偏那儿，应该猜出来。认识啊，有20-30年了吧。他们中呢，可能呢有您的老朋友，也可能呢有您的一些小朋友，也可能呢有一些呢特别喜欢您的人。我真的是特别佩服德老师，哎呀，给他点赞。他的声音就是能够温暖人心。你想先见哪个房间的人？对。按照过去的规矩呢，就是你猜对了他们就正常出来了，猜不对了您得受罚。但是由于您是德高望重，由于您对歌坛的贡献，今天他们就把这个惩罚器给关闭了。对。